世界一打开，有只小猪，感觉好酷。每天会遇到的险阻，加减乘除没有难度。多动脑，多读报，多看几页书，听着熊，带着风，踏着步，爱冒险就不怕，不怕就不会输。蛇尾，壁虎，哎，猪猪侠，有条壁虎去你那边了。你到底要去哪边呢？哎呀，哎呀，你别动，我来救你。谢谢你，阿五。这是尾巴。阿五，你把壁虎的尾巴扯断了。才不是呢，壁虎在受到惊吓时会自动折断尾巴逃跑，这是一种自卫表现，过一段时间会重新找回来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给我看看吧。不行，你会把它弄坏的。别闹了，任务来了，我们赶紧出任务。哇！海洋研究社发布了新的调查任务，这是你们本次的调查对象。想要获得这枚海洋勋章的话，你们就要抓紧了。这是一只海星吗？哪里像海星了？明明是几只海蛇缠在一起解不开了。我们得赶紧去救他们才行。超星特工，出发！是不是也？笨笨，立刻出发！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拿到勋章，让他们也尝尝失败的滋味。遵命，博士。啊，哟！
根据任务提示，我们要找的目标就在这一带。那我们赶紧去找找吧。猪猪侠，我发现海蛇了。在哪儿啊？海蛇在哪里？你看那边，果然是好几条海蛇缠在一起了。快，我们赶紧去解救它们。嗯。咦，海蛇呢？可恶，看来猪猪侠他们已经找到目标了，必须赶走他们才行。笨笨，按计划行事。猪猪侠，快跑啊！啊，坏坏博士。猪猪侠，有鲨鱼，快快救我！鲨鱼！对，好凶猛的鲨鱼呀，快跑呀！哇，这只鲨鱼好凶猛啊，你们快跑呀，快跑呀！哇哇，怎么不跑了？坏坏博士，你身后有海蛇，竟然学我，你们也太没创意了。是真的。哎呀，我好怕怕哟。才怪呢，我才不会上你们的当。不是，你身后真的有海蛇，还不止一条。有海蛇，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不是，我来帮你抓走他。轻点，痛死我了！你们不要乱动，伤到了海蛇是会被咬的。猪猪侠，我知错了，你们快帮帮我吧！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聪聪。准备合体。海豚火箭炮登场。阿武，上炮弹。炮弹。好。哈哈，坏坏博士，准备好了吗？你瞄准，准备。猪猪侠，你想干什么？发射！哈哈哈！坏坏博士，你也太胆小了吧，一个泡泡而已。猪侠！原来不是缠在一起的海蛇啊，难道真的是一种奇怪的海星？猪猪侠，赶紧确认一下吧。嗯。开始扫描，确认目标为海蛇尾。太好了，果然是我们要找的目标。开始记录海蛇尾生态资料。原来它既不是海蛇，也不是海星，是海蛇尾。但是它长得既像海蛇，又像海星，难怪我们都认错了。对了，这些资料我得赶紧记下来。它还挺特别的，我们再靠近点观察一下吧。嗯。这只海蛇尾我就带走了，能完成这次调查任务的只有我。哈哈哈哈。随便抓走海洋生物，聪聪，快带我们追上去！站住，坏坏博士！
许带走海蛇尾。嘿嘿嘿，这么想要，给你们好了。嘿，嗯，海蛇尾还在他们手上。什么？石头留给你们研究，海蛇尾我带走了。哈哈，继续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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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猪猪侠，快看，是海蛇尾，他好像受伤了，快过去看看。海蛇尾呢？他不是刚刚才断了一根触手吗？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吗？这情景好像有点熟悉。你是说海蛇尾是自己把触手弄断的？没错，它应该和壁虎一样，可以通过断开身体的一部分来逃跑。海蛇尾还真是一种奇妙的生物呢。海蛇尾生态资料已成功上传，恭喜你们获得一枚珍贵的海蛇尾勋章。完成了。终于把猪猪侠他们甩掉了，现在我可以独自调查海蛇尾了。笨笨，还不快把海蛇尾拿过来。遵命，博士。怎么只剩这几触手了？你把我的海蛇尾怎么了？奇怪，我明明一直很小心地抓着它的。可恶，猪猪侠，下次我一定会赢你的。商量，猪猪侠就是不一般，奖给我一根棒棒糖，我爱。